芒果 TV 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姚安莲。春花过来看看啊，没人命过这第一名，我们不想赢还非赢，你说这个事闹的。很有趣也很有意义的那么一次旅行，能够和孩子重新一起去看世界，能够从他们身上找回我自己的童年的一些记忆，所以我就欣然接受了。你愿意跟哪个爷爷一起去寻找那个童话王国呢？三二一，姚爷爷。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因为姚爷爷长得帅。长得姚爷爷长得帅。最好玩的一件事就是我当初发现的这个孩子虫虫，后来我们在这个配对的时候，虫虫也选择了我，这就说明我跟这个孩子非常有缘分。如果他做错什么事，我会批评他，我会制止他。如果批评和制止都没有这个效果的话，那我就会转身离开他。我要告诉他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爷爷很不开心。但是如果他做对的事情，他做好了，我会极力的去表扬他，鼓励他。